不想跟你离婚。我去。我去。师兄，师弟来了。师兄，辛苦了啊。没事。叔叔，这是我从我们山里边豆荚山给您打的矿泉水。这个泉水里边啊，含有很多的矿物质，经常喝呢，可以健气补身、凉血化瘀的，尤其是对三高的病人大有奇效啊。给您打一点。像叔叔现在这种情况，最适合喝这样的水了。阿姨，每天吃饭之前给叔叔拿一杯这样的水。最好能配上这山里边，原生态的五谷杂粮一起吃，它有双重的功效的。有机会跟我一起到山里边啊，拿这个做汗蒸，每个毛孔里面都能得到滋养。来，您尝尝。您请看，干什么呢，田东？你是不是疯了呀？你今天下山根本就不是想来团圆的，是吧？合着你刚才声泪俱下演了半天，那是在演戏啊？搞半天你是来拉人头来了？你疯了吧你？不是那个田东，你的心意我们领了。山就不上了，你看我爸这腿脚，啊，你就多下来几趟，给我们多送送就行了。哎，山还是要上的，这个泉水呀，打新鲜的喝最好了。哎，有机会你们全家一起去，尤其是小朋友，从小喝这个，以后头疼脑乱，连打喷嚏都不会的。你相信我。你够了吧，田东，你坑自己儿子还不算是吧？还要拉一大堆人给你垫背啊？何家荣，你们家打印机呢？我现在就把离婚协议打出来，你今天必须给我签了。民政局一上班，我们就去办手续。我告诉你，我不会签这个字的。你回来，你回来干什么呀，田东？你今天来到底是来干什么的？啊，又不愿意下山，又不愿意跟我离婚，你想让我下半辈子一直守活寡是吧？你太过分了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不给你签这个字的。不行，都想走。哎呀，你回来，你必须给我办手续。你干嘛？谁都不许动我师兄。师兄，你快走。田东，你回来。不许动我师兄！别动手啊，在这儿啊！王八蛋！